为伫咧彰化市公园路顶的中央阳明之家园区内面的壁道，讲老旧阁真垃圾，因此救国团所属的彰化市高级青年志工团学生，讲着牺牲假日哦，摕着画笔来拆毁这壁道，唔然后这瀑布垃圾的壁面哦恢复生机，袂少阳明阿伯嘛来加入拆毁行列。为着色彩艳丽卡通图案，原本牢固的围墙突然间变加非常闹热。青年朋友伫来阳明之家彩绘墙面，住伫咧人家的老阳明，就算是唔捌画过图，嘛得咧提起画笔来彩绘。他们叫我来的嘛，他们。啊，好玩吗？好玩玩。我们办这个活动啊。这个活动啊，非常的好。他们牺牲这个休假，有出钱，有出力。又不为民不为利，为我们这个中庄永嘉的永民伯伯服务，我们非常的感谢。花旗彩绘救国团彰化市团委会表示，学生志工利用有限的资源、简单的材料，对整理墙面开始，一直到画图，团体共同合作，过程中学习到做人的服务。彰化青年志工队哈，来这边为我们的劳民之家，我们伯伯哈，来做这比较有公益性的活动。因为救国团本身的主题就是在从事于公益性、服务性、教育性还有健康性。这个名称叫做青春的色彩哈，那很高兴就是他们在这里做彩绘活动，也学习到跟农民长辈的互动，然后我们长辈农民呢也对这个互动这个活动非常的肯定。因为中央之家的这个农民伯伯经常响应着乐观，帮助孤儿救济贫困，这回有少年朋友日来彩绘墙面回馈农民，真侪农民伯伯拢感觉到青年学子的热心，感觉真幸福嘛，真满足。大众新闻中，谢良中华彩虹报道。好 ，OK。